都说了不许抱我了吧？嘿嘿。那之后过了一会儿，小红帽他们出发去了外婆家。早上好，我是小红帽，外婆，我来看你了。在那充满活力的问候后，门缓缓地打开了。啊，小红帽啊，你来啊！啊啦，这口音那是……外婆向狼少年看去了。啊，是狼先生哦。啊，过来路上认识的朋友哦。啊，狼！外婆一下睁大了双眼，眼中写满了恐惧。等一下，外婆，这个狼先生不是坏的那种狼。你按那够吗？是，没事的，小红帽。那个，还有啊，他还告诉我去外婆家的近路。还有，给外婆。小红帽拿出了满满一袋法花，多到都拿快拿不下的花。杰西。时间摘了的花，狼先生也帮了忙，摘了这么多、哦。结果的花束，外婆仍是很难相信的样子。真的，狼先生真的是很好很好的人哦。相信我啦，外婆。小红帽看不下去的狼发的话。狼先生，够了，没事的。但是。我啊，有你为我说那么多就很高兴了，但是说到底我还是狼啊，狼先生。那么我就不打扰了，在天黑之前要回去哦。说着狼转身过去，然后就那样走开了。等一下啊，狼先生，还能再见面的吗？还可以在一起玩的吧？我期待与你有人狼之恋的说，我还想再跟狼先生见面啊。狼先生头也不回地摆了摆手，走远了。哇，这家伙还真是装逼耶！什么？有这么想过吗？男性的话会在喜欢的对象面前故意装酷呢？讨厌啦，怎么那么帅的啦？之类的，有那样反应的人哦。哈，看得出来你在硬撑了，别闹了。之类的，加你的人也会有哦。哎，我吗？我是……看对方是什么样的人吧。啊，需要续吗？我来给你泡吧。哎呀，不用了吗？那么我就继续讲后续的故事喽。第二天，小红帽说和朋友约了一起玩而出了家门，其实并没有约好什么的，只是抱着些许的期望去了那个地方，和昨天同样的时间地点，在那里有他。狼先生，小红帽，喂，你别想就抱着我。开心，好开心哦，又见到狼先生了。真是，你差不多该矫正一下有人就抱的习惯了吧。小红帽被狼吼得失望的低下了头。狼先生讨厌被我抱吗？是。讨厌的话我就不抱了。也不是说讨厌了。喂，果然是讨厌的。我从来没说过那种话，好吗？我会忍不住的啦，忍不住个毛啊！哎，什么？真是的，我喜欢啦，真是相亲相爱，没有烦恼，没有负担。狼先生这么说着，回报了小红帽。万一喜欢，我也最喜欢了。这样子的话，就很温暖的嘛。可恶，是
是这样的吗？哎呀，狼先生你怎么了？身体不舒服了吗？他的脸一定是红了呢，红的话就代表我印象霸王印象公公让他脸红了呢，这是个傲娇而受态啊。不是，猫猫猫猫猫，小红帽像是安慰小孩子一样，我摸着狼先生的脑袋啊，有我房间有蚊子，请稍等我一下下。猫猫猫猫猫，蚊子！那个什么？虽然不知道狼先生不舒服，和这个有没有关系？放心的，没关系的。是这样的吗？那个啊，我今天是来和狼先生道歉的。我？嗯。昨天对不起了，我让狼先生留下了不好的回忆，所以对不起。说着，小红帽低下了头。狼先生一瞬间突然冷下，随即又笑了出来。笨蛋，你不用这么在意的。因为狼先生一直被误解的话，很讨厌的吧？还好了，因为狼都是些坏家伙吧。但是你是最好的狼啊，你是我的阿拉大狼哎。这种事情没有办法的啦，也是关系到面子啊。我讨厌这样。我不想你被大家误解，我知道他们两个开始放闪了，我可不可以快速略过啊？我就有点烦躁哎。我觉得他们两个开始在放闪了，真是够了，这样 CG 图要爆到什么时候啊？小红帽，大野狼，小红帽，大野狼，小红帽，大野狼。这是不对的事吗？也不是啊，不对了，但是你们两个表达放闪了，烦人呢，你们好烦哦，跳过了。告诉任何人，你们两个自己后面送做堆了，笑，赶快结婚呐、啊！父母见证一下了。原来如此，狼先生的头脑真好。那么就来约定喽，打勾。小红帽伸出小指，狼先生也点点头，伸出小指勾住。结婚，拉勾上吊，100年不许变。啊！怎么突然了？那个。肯定不会不遵守约定的，所以想要奖赏啊，不打破约定的奖赏。真是。然后呢，你想要什么？也不是没有想要的东西，也不是没有想要的东西啊。阿大爷，先摆出一个温柔的好人脸，心里面肯定在盘算着把你吃掉。爸爸，小红帽不知不觉哭了出来。